管冲，俺实话告诉你，从你跟了白眼狼那天起，俺一直看着你。虽然你没干过什么好事，但是你干的那些缺德事，俺知道，这不是你的主意。你这个人江湖，义气，知道知恩图报，就冲这一点，俺佩服你。 但是你跟错了人，走错了路，明白吗？俺现在再问你一遍，白眼狼在哪儿？走了，这会儿已经离开宁晋了。梁大侠，俺一直敬重你是个英雄，今儿俺关冲落在你手里，心甘情愿。 要杀要剐，随你。你能跟白眼狼，俺明白，是因为当初在擂台上，俺差点把你废了。跟他那么长时间了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杆秤啊！你不就是为了还债吗？ 今天俺要是把这枪开了，那你跟白眼狼的债是不是就清了？你以后好自为之吧，你不欠他。 七年日本人违宪闸，自以为在宁津剁下脚，地皮都要颤三颤的宁津强人，怀着对他祖辈几代人建立起的贾家大院，无法割舍的感情，如一条丧家犬般跑了。这条日本人的走狗，最终在战乱中被日军枪杀，客死异乡。 这石黑已经放弃了宁津县奔了商河，这宁津县已经落在了八路的手里。还有你那个大哥白眼狼，也跑了。那不是跟石黑在一起？俺派人在龙潭街打听了一圈，也没找着。算了，甭吵了。咱们可以变身为国军，他的仇家太多了，国民政府是不会饶过他的。即便梁永生没杀死他。
国民政府也会以汉奸的名义判处他死刑，早跑了。大人，梁家花咋样？哎，孩子一直不停嘴的骂你，俺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刺儿。你可得把他看好了，他和二愣子儿子在咱们手上，梁少就得掂量掂量。哎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梅茹说，他那个脾气。 肯定会惹出大麻烦的。俺明白了。贾夫人，你敢出来？你有本事抓俺进来，为啥不敢见俺？嫂子是俺，玉茹，咋是你？你咋在这儿？俺听说他们今天抓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，俺没想到那个女人就是你。那孩子是大刚吧？不是。 是二愣家孩子，啥？这狗日的贾夫人，真是丧心病狂，良心被狗给吃了。妹子，你快想办法，开门把俺们放出去。嫂子，这门锁着，而且啊，这门口还有哨兵守着。你说话小声点儿，别让他们发现了啊。你快想法出去告诉你哥。俺要是能出去，俺早就出去了。 这贾夫人，这大门都不让俺出。你有一身功夫，这还能关住你？俺要是走了，俺楠楠咋办？楠楠从小跟着俺，他要是离开了，他连饭都吃不下。嫂子，你先别着急啊。俺觉得俺哥不会丢下咱俩不管，况且还有两个孩子。等俺哥来了，咱们就趁乱的冲出去。 今天晚上先好好睡一觉，等明天早晨俺再来找你啊。嗯。哎，把这狗日的高傲旗给我撕下来烧了。好。方政委，这地图也烧了吧？这地图是比咱们编训印刷厂印的那幅详细多了。哎，撕下来留着咱们自己用。好。方书记。哎呦。 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！我正要找你们呢。接到确切的情报，贾夫人正与国民党的新编第五旅秘密联络，接受改编的事宜。改编？上级通报，很多地区日军撤退以后，国民党的正规军鞭长莫及，他们又害怕被我们接管，所以一纸任命书把原来的伪军改编成了国民党的先遣部队，负责接收日本人撤退的敌区。啥意思啊？ 抢地盘啊！奶奶的门都没有啊！难怪这贾夫人不和石黑去商河，原来她是打这儿的主意。咱绝对不能让这贾夫人得逞啊！是啊，在水泊洼牺牲的几百枚战士的英灵，也饶不了她。不过，贾夫人跟雀崎荣、白眼狼的土匪武装不一样，她很清楚自己的结局是个啥样，所以她一定会拼死相搏呀！报告，哥，贾夫人。 贾夫人带人去了宁安寨，杀了二愣子娘，抓了翠花嫂子，还有二愣的儿子。啥？二愣带着死忠队去贾夫人的兵营了。去把二愣给俺拦回来。哥，你到底是咋想的啊？他抓的可是你媳妇儿。俺知道。那贾夫人手里好几千人，二愣去顶个弹用，你赶紧的。中。这贾夫人是公然叫板啊。 咱不能不应。所中，你把这儿所有的部队都带上，先封住贾夫人的退路，防止他逃跑。你记住，只围不打，要给贾夫人造成一个错觉，让他以为我们这是在投鼠忌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永尚，你跟我去军分区，争取主力的支持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咱们就先动贾夫人。行。 二位的履历我都很清楚了，说三番四次变换门庭一点也不为过。如何让我们相信你们是真心投诚啊？万不可。摄影团虽不隶属军队，但也是国府武装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咱们这次谈的不是投诚，而应该是回归。是吧？是吧？嗯。我们来吕座有个交代，这次来别的都不谈。
只看一样东西。嗯，你们在看什么？诚意。万副官，请您是。这里表面平静，实际处处杀机。光从大门到这里短短几十尺，就不下五处暗哨。魏军神情气色警觉，完全不像士气低落、急于投诚的样子。万副官眼光犀利，带着这些准备，俺们不是对付国军的。你这么说，不会是对付日本人吧？啊，俺家某有些苦衷。我还在院子里看见几个穿和服的，那是日本人吧？啊，那几个确实是日本人。贾旅长一边频频向我示好，一边又积极备战，院子里还留有日本人，如何让我们相信你们是真心投诚啊？万副官，俺们那是为了对付八路。恕万某直言，国共两党虽有嫌隙，但是在抗战立场上却是一致的。八路军番号隶属国军序列，是蒋总裁亲自颁布的。你们一边谈归顺，一边又与抗日武装死战，要我们接受这样的队伍，那舆论岂不认为国军在使诈，借机消灭友军？你这是让我们李作背负历史骂名啊！小王，这包袱里面有娜娜几件衣裳，还有安琪给俺哥一封信，你一块带上。姐，拿着包袱俺怕走不出营门，那些岗哨指认杨参谋。也是，那俺把信拿出来。姐，不用，俺认得梁大队长，他也认得俺。再说了，娜娜不也见过他大舅吗？行，那你见到俺哥，你跟俺哥说，俺就是把命豁出去，都会救出翠花，还有二愣的儿子的。俺把娜娜送出去，俺就回来帮你。姐，傻呀，你回来就是个死。你出去以后啊，你要是想干就跟着俺哥干，要是不想干啊，你就回家娶个媳妇儿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听见了不？姐，俺还能再见到你吗？能，肯定能。快走吧，走吧啊。师哥，这国军陈旅长啥意思啊？非得让咱们放下武器举手出去投降啊？子华，你还记得咱们在海岛的最后一夜吗？那个时候看眼下的情形很是相似，大兵压境，这是面对的是日本人，而现在面临的是共产党八路军。俺知道，可这八路军跟日本人他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啊。论单兵能力来讲，八路军也许不是日本的对手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么强悍的日本人怎么会打不赢八路军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八路军有民众的支持，这一点你应该有切身的体会。俺明白，哥，你到底想说啥？人心向背，定成败啊！共产党八路军一时半会儿吃不了咱们，因为他们的主力还在跟日本人打。但是他们一旦腾出手来，只怕国军心无旅，也不敢跟咱们玩招降的游戏了。眼下正是节骨眼的时候，日本人退出去了，这国军的势力也是鞭长莫及，像梁永生这样的地方武装无处不在。这国军之所以敢跟咱们谈，就是因为想抢在共产党之前占住地盘，一旦被共产党占住了，你觉得咱们还是一粒棋子吗？师兄的意思是接受新攻略的条件，
放下武器，楚阳投降。除此之外，你觉得还有别的出路吗？哥，可这冲田、杨翠花、花二愣的儿子，该怎么办？咱们跟国军新五旅之间，不是受降，是改变，换了身份。冲田新八就不再是咱们的朋友，杀害日本人是符合民意的。杨翠花和二愣的儿子，俺本来就没想杀，只是想用来要挟永生。只要咱们把杨翠花平安的交给永生，我想永生会领咱这份情谊。上回，啊，永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地下党员老万同志，他的身份是国民党新五旅的旅部副官。你们就是一直在外晃悠的那个新五旅啊？这次很准确，梁晓声同志，你可是大名鼎鼎啊！永生，跟家夫人谈判改编的事儿，就是老万同志负责的。你们要收编贾夫人？一点不假。你们这国民党咋啥鸟都往怀里搂啊？周佛海国民党都敢收，就差汪精卫了，他们还有啥人不敢收？老万同志刚跟贾夫人谈完，估计很快就会有答复。上级指示我们，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，兵不血刃地解决贾夫人这股武装。哎，我们一块来谈谈吧，啊。嫂子，妹子，你咋又来了？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可咋办？嫂子，你听俺说，俺今天呀把囡囡给送出去了，明天一早俺就过来接你和小康。可这外面那么多当兵的，一个女人家能有啥办法？哎呀，别管了，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一早俺就过来接上你们啊！记住了。哎，西秀，なんだお前、まだいたのか？師匠、皇軍は人心を諦めたのに、我々はなぜここに？何が心配なんだ？皇軍は多大し、ジャフレンは残りました。おかしいですよ。それにジャフレンはなぜ楊翠花を人質に？どういう意味だ？まだしか思うに、ジャフレンは連雲神と話す気です。ではなぜ彼は私に新陽刀斧を見せたんだ？梁永仙を倒す気か？彼は刀斧を持っていないのに。来ますか？ジャフレンは駒にそれますよ。どちらにせよ、私はすでに新陽刀斧を見た。発火の状況、関係ますか？なんだ？もし彼らと話せば、あなたは不要になります。全体集合！绕过去，咱们要是出大门呀，必须得经过这个操场。那咋办呢？咱再等等啊！兄弟们，今天本旅长要带领着大家走出这个大门，接受国军的改编。改编？这咋回事？是啊，咋？俺也不知道。肃静！
听长官训话。大家也许会奇怪，尤其是老兵更会奇怪，俺们这支队伍为啥总是变换身份。之前俺们委身日本人旗下是迫不得已，是曲线救国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终究不能听日本人的，所以俺决定带领大家重回国军的阵营。说杀俺也不让他得逞，你想干啥？可不能胡来，妹子。嫂子，你干哥这么多年了，你咋一点都没随他？俺随他啥呀？行，俺就是拼了这条命啊，也不能让他活在这个世上。俺不能让俺闺女一辈子都背着汉奸爹的名声。爸，这次咱连警戒哨都撤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妥大了呀？猪都杀了，还留着苏世超有啥用？成大事者不能拘一小节，俺就是让万福官挑不出一点毛病，就到门口放下枪照个相的功夫，出不了啥事儿。是搅和了吗？大队长，你搞的啥名堂？安副官，稍后再给你解释。冲天先生，你啥意思？你们的队伍也要干什么？冲天先生，这事儿与你无关。俺今天是看在俺哥的份上，才对你客气，请你马上走开。走吧，冲天先生。这是俺们中国人之间的事儿，跟你们日本人无关。之后，俺会给你解释的，请先离开。蒋先生，我不想。那边站着的是中国军队，你们叫国军。之前你们是敌人，但你要把这个关系改变了，没错吧？蒋先生，变成国军以后，你我是不是就成了敌人？贾先生，做人要讲信用。你说过帮我打败梁永生，看来你要食言了。所以，在你和梁永生讲和之前，我要与梁永生决出胜负。冲天先生，你这是强人所难。梁永生不在这里，恕我直言，我对梁永生的了解恐怕比你深。我认为梁永生比贾先生更重承诺，他不会让你在杀死了他无数战友之后就这么轻易逃脱惩罚。冲天，你过分了。梁永生，出来吧，让我们两个像真正的武士一样决出胜者。真的来了，咱哥就不应该去。谁说都没有用，冲田说的没错，他比咱们都了解永生哥。不是，你咋还替日本人说话？冲田跟永生哥才是真正练武之人，别看咱们手里拿着刀，在他们面前，咱就像耍大戏的。
石黑跑了，你咋不跑？你知道，我和石黑不是一路人。我留在中国的唯一理由，就是你，梁永生。我问一句，你在水泊洼受的伤，养好了吗？少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想怎么着？我不占你便宜，在水泊洼，你是输在打了一天，体力不支。今天，应该是你我最后的决战，输者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行，在打之前，俺问你一句话，请说，你为什么要杀害俺师父？杀死门先生的事，石黑说我砍下了他的头颅，是石黑故意放出的谣言，就为逼你现身找我决斗。幸亏你没有杀他。那行，来吧。永生，你真是天下无敌啊！这下日本人不敢小觑咱们中华武术了。该轮到你了，永生，你别冲动啊！俺可是你妹夫，你要杀了俺，你万寿林肯定没有爹了。而且现在有这么多记者。梁师哥，你别乱来啊！咱们的师傅都是亲兄弟，你这样做会让他们在地下感到不安的。梁师哥，再说俺们今天接受国军编制，咱们以后就是一个阵营的人了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，你杀了俺们会酿成政治事件的。好妹夫，俺得先为师父和师叔清理门户。永生，永生，蛋，永生，不要胡来。梁师兄，梁师兄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放过俺师哥吧。梁师哥，你放呀！俺回头再收拾你。寇汉奸，你死期到了！冲！冲！快！快！冲！冲！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蹲下！蹲下！都蹲下！蹲下！快蹲下！王师长。蹲下，蹲下！
嫂子。就在商河战役第一枪打响的前夕，上级派王所柱进城取一份城防图。所柱像往常一样跟兄弟们简单话别之后就出发了。然而刚拿到城防图，所柱就暴露了。他凭借身手突围一路冲杀，图纸是此战胜利的要害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
放住！好兄弟，上级给咱们下达了作战命令。这次的目标是小鬼子在鲁北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。同志们，咱们这支抗日武装从最初只有几个人的猛虎队，到后来十几个人的大刀队，再到后来几十个人的锄奸队，一直到现在几百人的八路军联合抗日武装，咱们在鲁北这片战场上抗战了八年。这期间咱们失去过自己的兄弟、战友，甚至亲人。现在最后的时刻到了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只许胜，不计代价。1945年9月23日，鲁北的最后决战——山河总攻正式打响。经过70多个小时的激战，梁永生和他的战友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全歼守敌900多人，日军400多人，石黑及八木在激战中被击毙。山河战役的结果，标志着鲁北抗战的全面胜利。战斗胜利了，梁永生和他的伙伴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奔赴了新的战场。